睫毛。我觉得他的东西都很贵，他都只用一点点，两下。对，因为今年我们眼妆就是自然的杏桃色，淡淡的唇是重点。哦，是你拿打火机耶？对，打火机烧睫毛干嘛？不要，还烧睫毛。烧睫毛。对，这个东西也是在韩国就是女艺人的最爱。我们呢会在这个竹签棒上面呢，用打火机烧烧烧。啊，真的烧了哎！对，烧完之后呢？老师，有点害怕。确定？这样子呢？你还想跟他去韩国吗？然后呢？往下烫睫毛。Oh my god！你这样弄完了之后，为什么呢？我跟大家讲一个原理，就是你在擦完的时候，这样上的时候呢，它可以让睫毛比较翘，以外，它的这个碳上面呢，可以让你的对睫毛呢看起来变得更自然，而且它的翘度跟你用一般的烫睫毛机的那个翘度弧度是不一样的。是哦，对，烤肉的那种。对，就是这种的。就用这竹签啊。好，那我们呢？今年韩国秋冬最流行的这个杏桃眼妆完成喽。